下次见。艾德拉斯终于获得勇士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在精神谷的兄弟姐妹也危险了。离得太远了。我们得先杀了那个东西。我需要你。恩若斯的腐化图腾发出虚无的低语，把我们的萨拉逼疯了，必须全部摧毁掉。这个假的动物肯定是非死不可，手上沾满了马革和兽人的鲜血。他兽人拒绝喝下恩若斯，我已经超出范围，明知遭到，他将死不瞑目。
我现在没有目标，也无法挽回他们的性命。我需要目标。相信原著的声音呢、啊、我需要目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Thank you.
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杀死圣人，早上暗上去，所有拒绝主人信息的人都得受苦。目标的名字告诉我们去寻找暗象区的生还者，我会帮忙掩护找到的人，而你负责阻挡敌人。暗象区的另一边，这里还有没有人？又有人死伤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去看看裁缝店和孤儿院有没有生还者，我在这里守着。还有很多建筑被封住，我离得太远了。去看看制皮师和工程师的工坊吧，小心别碰到炸药。情况不妙。斯的大军面前，你们只是喂食虫群的肉块，现在正是进攻时刻。还是要小心，奥格玛到处都是索尔的部队。还要再等一下。
我这到处都是特价品，欢迎再度光临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有我能帮忙的吗？
向我揭晓，艾泽拉斯末日将近。格玛的上校的确很好，但至少你可以稍微放心，万一真的发生了，你也有终结他的准备。